声波与祝英台凄美的爱情故事，运用二胡和葫芦丝做搭配，呈现和谐美妙的乐音。在指挥施庆海老师带领下，将曲目化蝶的幽婉沧桑娓娓流泻出来。想要现场感受轻柔悦心的国乐，不用远到国家音乐厅。11月27号晚上7点，在永和国父纪念馆举办《云幕之歌》联合音乐会，邀请中永和板桥在地国乐团一同谱出山海壮阔之美，开启国乐新感动。结合一个海洋的，就是音鱼跟鱼类有关的，一个是木，木当然就是像我们有那个什么牧羊姑娘啊，哦像这类的。那鱼木也像渔舟唱晚啦、啊。啊，来东海渔歌，哦，像这些比较大型的曲子，我们都有结合在一起。谢谢我们的新北市议员连义伟吧，连议员，他一向都是很注重我们的文化文艺的活动，那我们已经接受他的支持跟争取经费已经有好几年了，那我们真的要特别谢谢他，没有他的争取这个经费的话，我们的活动大概没有办法办得成。由我们施庆海老师所领导的田园国乐团，还有其他四个乐团，总共五个乐团一起联合来做演出。那在这边，斐凡欢迎我们各位观众朋友跟斐凡一起来观赏。这次的音乐会展现各种音乐风格，演奏多元乐器，精彩可期。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共赏好曲，当动人乐曲抚慰你的身心灵。中嘉新闻陈佳云永和报道。